3月14日，沈梦辰在微博揭露古装剧拍摄洗澡戏时不为人知的搞笑内幕，并配文称：“终于知道大侠在运功的时候为什么要闭眼了，不闭眼真的很容易笑场。”照片中，沈梦辰坐在干浴桶中露出香肩，远看烟雾飘渺，实际上却是对着几个卡通加湿器，十分喜感。粉丝看后忍俊不禁地表示：“加油，女神！原来是这样拍的，期待你的作品。”专长叫做流浪，你注定有。